感觉有点像龙纹呢、啊，或者像波涛纹，还是像那些风化纹呢、啊？这故事只能自己编。对啊，就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。这极品大板，你一年能会卖多少块？这个十几块就很多了吧？哦，卖不多了。十几块就一百万了。100万，呵呵，对。100多万呢？我一般单价在9万左右。那很高啊。那都是都几？我都是卖普通的比较多。都是3米长、1米1宽左右的。这个版花纹其实也还可以，怎么讲啊？它这个板其实还可以，那如果这个颜色就好看了，你看，金黄色，好像会有点白哈。好像不同角度它的颜色都不太一样。你像火焰，像一条一条龙。还是像波浪、惊涛骇浪，看你怎么编呢、啊？是海藻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！客户要看一块板，还要过来实拍。